班就係叫唐英年啊，係佢哋。你哋都有個派國旗嘅活動啦，即係晚。我覺得我哋而家當前咧最緊要嘅任務咧，就係止暴制亂，恢復秩序。因為咁樣咧，我哋先至可以開展溝通平台，我哋先至可以展開理性嘅討論。我哋香港一個大好嘅社會，將來有大好嘅前途，我哋係咪應該靜一靜、諗一諗、思考點樣將我哋呢個家係建立得更加好？因為止暴制亂，香港警隊是極為重要，所以我覺得大家希望香港能夠穩定下來，我們要繼續支持我們的警隊。這兩個月來，市大佬平均收入減少了接近四成，連我們的總五萬多個會員計一計呢，超過200,000嘅家庭成員嘅生活受到咧極大嘅壓力。呼籲大家真係要停一停，諗一諗。如果再落去咧，我哋香港真係死硬。